者杨兴汉台北报道，新人阿夫勇闯歌坛，年仅21岁的他唱作俱佳，与天王周杰伦一样都是酷帅神话的摩羯座男生。他花2个月写下新歌通电，在副歌中不停唱道，能不能帮我把脑袋给通电，矫正我6遍，我的想法分成不同空间，但你永远看不见。直白道出年轻世代在大都市生活里遭各类资讯快速且被动填满日常的压力与无奈。他是角落娱乐旗下首位签约艺人，唱片公司力邀曾为天王天后与成庆、张惠妹打造服装的知名造型师 Andrew Chan 准备宣传战袍。角落娱乐表示，我们期许阿夫跟冲锋衣上穿越于竹林与樱花中的仙鹤，带领着飞禽百兽飞离地球表面，展现寻找新生与希望的美好寓意一样，再带给华语乐坛全新的听觉及视觉体验的同时，也能短时间里就赫赫有名。阿夫收公司的大礼，兴奋地说，这件冲锋衣穿起来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武士或忍者一样，要是能再配把道具刀，我应该还可以再当歌手外再执行秘密任务了吧。而且穿上这套冲锋衣后，我也感觉好运连连，连拍摄 MV 当天都碰上绵绵细雨，让当天生日的老板更加开心，逢人就直喊一定遇水则发，而且通电大发。阿夫将推出个人专辑并举办演唱会，角落娱乐提供歌盘新人阿夫将推出个人专辑角落娱乐提供